却然让他们跑了。追！救我！哟，你还没死啊？救救我！雷大哥，好久不见。你身处高位那么久，是不是早就忘了该怎么求人了？救我！以后的卡牌全是你的。哼，你拉我进朋友圈聚会的时候，怎么就不想想送小妹几张卡呢？爬得越高，摔得越惨。等你摔死了，你的卡我自然会替你收着。雷大哥，走之前我再送你一句话：咎由自取，恶有恶报。哼，交给你们处置了。雷振宇，你也有今天。哼，你还记得以前是怎么对我们的吗？我这拳头咋就这么痒呢？你们、你们先上去，这里我们顶得住。别急，怎么回事？前面有埋伏。对面是谁？好像是那个叫大牛的。哼，枪法还挺准。火箭炮呢？大姐，就那么一发，现在就只剩这个了。哼，这里就一个出口，我就不信瓮中捉鳖他们还能飞了。你们几个留在这里，其他人去外面把整栋楼给我包围起来。是是。你待在这里，我去支援大牛。哎，等等，好像从刚才起就没有听到枪声了。应该是僵持住了吧。大牛他们那个位置很适合防守，对方没有把握自然不会冲上来送死。米兰，你还有今天生效的卡片吗？白虎并没有，我还有一张白色，怎么了？换给我吧。你想干嘛？我这不是害怕拖你的后腿吗？也好。嗯，咱们兵分两路吧。我去大牛那里，光勇哥教过我怎么开枪了，躲在掩体后面扣扳机，我还是能胜任的。更何况还有这些卡牌，现在那里虽然没有交火，不过总不会一直这样僵持下去的。我们需要找到一条撤退的路。所以我去帮大牛他们，你就去找离开的方法。那你自己多小心。好的，走吧。小明，怎么是你啊？米兰呢？我让他去找离开的方法了。这样也好，不过刚才我听到那个旗袍女说让人包围了整栋房子，看来她是打算和我们耗在这里了。哎，这样下去不行啊。哎，政委，我有一个计划。计划？擒贼先擒王，我打算抓那个旗袍女。没可能的，我有卡片的加成，只要能进入她五米以内，我有相当大的把握。这个没时间了，你们现在手里有白虎臂的卡片吗？我有一个黑色的。黑色的？太好了。你打算怎么靠近那个女的？肯定有办法的，相信我。可是别开枪，我交卡。这就是计划的第一步。这样太冒险了，你一旦失手。我知道，一旦失手就是死呗。
要的蓝色玄武威就在光远哥的手机里，你放我们安全的离开，我们会把卡片给你留下的。找到出去的路了。小明，小明准备挟持那个旗袍女做人质。这个家伙乱来呀。米兰，那张蓝色的玄武威到底在谁那儿？不在我这儿，也不在小明那儿。我这儿也没有，看来果然是在光远哥那里，这下麻烦了。哼，我凭什么相信你？你先把卡给我，我得到卡之后自然就会放你们离开。先自我介绍一下吧，我叫陆蝶，我可不是雷震宇那种疯子，没好处的事情我从来不做。你看我表现出了我的诚意，接下来你是不是也让你后面那几位朋友出来认识一下呀？我过去。哎，等等，就在这个距离搏一把吧。哟，我说呢，原来是内讧了呀。疼、有完没完啊？没完，先记着、还有其他人呢，那个叫大牛的傻大个儿，还有叫政委的帅哥，以及你们亲爱的陈光远陈大哥，都出来吧。他们不可能出来的。虽然不知道你们打的什么主意，不过以我对陈光远那家伙的了解，他绝对不会在这种关键时刻缩在后面，推出一个无关紧要的小角色来谈事情。他藏着不出现，这里面一定有问题。这么说的话，从刚才交火开始就没有看到他呢。从朋友圈的游戏结果来看，他应该还活着。那你们谁能告诉我，你们的光远哥现在究竟在哪里？他被一个执行者带走了。他被一个会隐身的执行者绑架了。这是事实。你们来的时候，那个执行者刚把他带走，就朝那个方向跑了。就快到了。不过你要的卡并不在他手上，确实是在我这儿。米兰这是想干什么？难道他想……站住，米兰是吧？我可是久仰你的大名了呢。手机丢过来。生效。黑色白虎臂生效。黑色白虎臂生效。果然还是抓不到吧。原本的目标就不是你，而是得手了，接好。小明，怎么回事？
常常想世界多么奇怪，我们要多愚笨存在，空洞的生活，空洞的无奈，重复着出生到说拜拜。你突然出现在我脑海，像宇宙转折接踵来，尝试不同玩笑安排，秘境从此打开，跟随陌生的未来，步步精彩。看太多是他最好的安排。这家伙不怕子弹啊？金刚之躯吗？二号，打得过吗？哎，你轻点儿。真不知道你怎么想的。你为什么必须活下去？难道你的答案就这么脆弱吗？我只是觉得我必须做点什么。值得感动，但这个世界绝对不需要英雄。面试通知，哎，这啥公司啊？中影年年。中影年年？少来了，真是中影年年，你啥意思啊？哎，我就奇怪了，你就一个沉迷二次元无法自拔的24K 纯宅男，会有这么好一公司要你去面试？这公司看上你啥了？我有脑洞啊。这年头谁还没几个脑洞啊？不谈年龄，不看颜值，只要你有脑洞、有想法，是资深二次元患者，欢迎顺着网线来年年家，我们在中影年年等着你。社会我马哥，能干妹子多。网瘾少年的肖申克救赎，异能觉醒，天下风云出我辈。万千时光不及你我初见的模样。腾讯动漫10月漫画大剧震撼来袭。